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创威视野。红旗汽车一直以来都是打造顶级豪华座驾为主，自从由一汽独立出之后，旗下车型才开始逐步的亲民化。特别是红旗 H7 的表现尤为突出，上市仅三天就突破2000台订单，可见红旗对亲民化的市场的重视。更在外形的设计上，还是内饰不输任何一款同级别车型，特别是前脸扇形直瀑式进气格栅设计，看上去彰显大气。两侧的前大灯造型也是别出心裁，内部嵌入 LED 光源，侧面的腰线采用补充式设计，看上去彰显运动的气质。微微上扬的尾部以及全新钥匙的尾灯组，在同级别车型中独树一帜。5.1米的车身以及2.97米的轴距，空间表现相当突出。动力上搭载一台 2.0T 的发动机，最大马力达到204千瓦，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内饰采用比较偏向年轻化的风格，中控台布局简洁大方，贯穿式木纹饰板的加入为车内增加档次感。三辐式方向盘、液晶仪表盘以及大尺寸显示屏等均有配备，而它不到25万起售的价格也是大卖的主要原因，后续市场表现值得我们期待。更多精彩汽车资讯，关注创威视野。